欢迎收看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又是听好歌的时候了。首先介绍 Number One 的三剑客：王俊甫、侯平、陈仁豪，演唱的国语歌曲经典名曲《笨小孩》。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醒来睡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。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。30岁到头来不算好，也不坏，撑过了90年代。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呦，望着胸口拍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来坏。哎呦，想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，老天爱笨小孩。谢谢，让我们欢迎高手组长腿女孩刘佳美，以及我们爱唱歌的银芽儿林雅茹，带来这首方瑞儿的歌曲《你是我所爱的人》。就因为你这一段，让我为你心茫茫。梦也梦着你一个人，想也想着你一人。现在我有你这一段，每夜暗暗空思梦。你是我的时光，你是我的生命。是我的心肝性命，无你我无命。你是我的所爱的人，只有爱着你一人。打算若无你一个人，我的一切无希望。接下来介绍Number One女神白嘉琪，是我们原名性格小公主田妍美，演唱这首歌曲《真心美》的作品，提供下红囊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本色做变变换换。爱是一生的希望，不该一昧的恩怨，缘分无必要交换，路见世望的爱，爱恨恩怨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伴。
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歌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今天，美丽的句点，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是一首好歌啊，我说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每个人身上绝对没有十全十美，但是一定有他的优点跟缺点，对，可以学习的地方。看了灿呢，也是像一本励志小语一样，对对，怎么样改邪归正啊，从戏剧里的坏人，对对，到那么旺的好人，这是一本好书了，是是是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像您就像一本时尚杂志哦，真的吗？每次站在你旁边，真是啊，每次站在旁边一定要礼舞不，不然会踩到裙子。像光哥就像一本脑筋急转弯，对，没礼貌。哎，那郑恺啊，他像一本农民律，今天一嫁娶，看到他适合今天种牛啊，种这个哈。小黄瓜哈，是每个人都像一本书，对，都是好书啦，是希望大家多看别人的长处哈，对，要学习别人的长处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拿奖金，是的，介绍我们的见证律师为我们见证抽奖，姜黄华律师，欢迎。好，观众朋友赶快拿出你的手机，下载民视线上 APP， 跟我们一起预测今天的最高分，拿奖金。